坐标安岳，这里是中国佛雕之都，十万尊石刻造像遍布境内，古多精美的安岳石刻吸引了许多目光。也真真切切地影响着每一个安岳人。作为安岳石刻技艺的传承人，石永恩16岁学艺，几十年都沉浸在石头的世界里。一块顽石，在他的手里翻转弹挪，变成形象生动、造型古朴的艺术品。这样的变形技是不是很神奇？而在千百年前，许多手艺人和石永恩一样钟情石刻，在安岳的山崖上和洞窟里留下悠久的记忆。那么，这份记忆是从哪里开始的呢？中国的石刻艺术源于古印度，传入中国后，先是在北方兴起，之后沿着古蜀道传入四川。安岳因为松软的石材和火热的民间信仰，成为石刻艺术发展的温床，匠人们尽情创作，造就了安岳石刻1000多年的史诗传奇。如今，传承的接力棒落在了石永恩和其他很多现代匠人手里，他们坚守着石刻技艺。石刻，这件古老的艺术品一定会继续焕发光彩。